朋友们好，我是橘子。看到我手上这些装备没有？你们猜一下我要去干嘛？这会儿给大家卖个关子，一会儿告诉你们。朋友们猜出没有？我要干嘛？这个都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干的事啊！要把上面的堵住，下面的打开。哇，好多虾米！朋友们看。朋友们小时候有没有干过那个事？我们经常这样捞虾米捞鱼。你看就这么多，这个炸到特别好吃，这个才多。给你们看哈，你没有想过要捞鱼的意外收获。那些小虾了，也捞得差不多了，那头背起来，背起把那个虾用面粉裹吧裹吧来打起吃。哦，看我这一身。哎，捞了一两个小时，就捞了一条鱼，一些虾，虽然说不多，但是那个过程是很享受。因为小时候经常干这种事，这会儿太阳太大了，我就飞起了。哎，这里面地瓜也是让我看的，那地瓜呢？天！哇，朋友们，来看地瓜，但那些还是没熟，只有这个，看熟不熟了。因为今天弄的虾不多，我就把它做成小时候童年的味道，把它做成馍馍，里面还加了一些韭菜，吃起来要香这个都是我们煎好的，朋友们看看好不好看，特别有食欲啊，闻到特别香。上
上次的果冻附近失败了，这次的虾米馍馍做得很成功，得奖没几天啊，我要来尝一个。特别香，像朋友们在家没事也可以跟橘子一样这样做起来吃啊，小时候的味道。好吃。好了，今天的事情就简单分享到这里了，拜拜，朋友们，下期见。